因为在中国所有的事情发生很快，那这种类型的项目在美国需要落实，大概从设计到施工就会需要至少7到10年的时间它才会盖成。中国这个项目从设计到完工前前后后只花了5年的时间，它这个盖其实只盖了3年的时间，可能还不到3年。所以变成我在这个职位上的话，我变成是我要非常快速的去应对一些我自己在美国的同事跟朋友他们花7、8年才会碰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好处是说我必须很快速的去接受一些我不会的东西。我们现在所采取模式都是透过 3D VR 的模式去直接给客户看，我们会带客户到现场，把这个图放到 iPhone 或者是放到什么投影的，然后给他一个眼镜，他基本上戴眼镜，他可以360度看，说这个就是你整体空间的设计。那你看完这个设计，你要改什么，我们可以现场直接提出来疑问。我们不自己创业，然后到现在。那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不太去反复思考说我们自己到底是要追寻什么东西。其实我更多是慢慢去理解，就是我们设计师为什么存在。很多时候设计很明显是一个商业行为，为什么客户付钱，对吧？你交资料，它是一个买单的过程。但我觉得设计最终关键是什么，就在说你要找出自己一个特性，去挖掘客户他一些深层的这种内在的需要。太多的人或是太多的客户，他可能是不知道自己要的生活面貌是什么、所以设计管理第一步我觉得是什么，先到个人的自我训练、自我管理，这是第一步。第二个是公司应该，就是设计主管应该根据就是什么叫缩短这个创意的过程。就我觉得设计管理很重要的是什么，我怎么去建立一些 database， 它不一定是图片哦，不一定是什么东西哦，是在说我怎么去缩短这个过程，是在我创意方向。创意跟设计的不同，创意啊，它是 idea， 但是在国外就常用这个词嘛，就哎呦 I have an idea 或 I pop up some idea， 就是我突然想有一个点子，我突然有个点子。创意本身它是瞬间的灵动，它是瞬间，它是一个 moment， 然后呢，它是一个什么呢？不刻意的事情。这个不刻意的是，你可能呢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本身，就像我刚才说的洞见这件事。洞见会让你产生创意，因为你对于周遭事物本身的细微观察之后，你可能呢产生了自己的见解想法，所以你可以让一个东西变成扮演的另外一个平常它不扮演的角色。设计它是 thinking， 也就是呢，它从我突然有个点子 I pop up some idea 的 moment 瞬间的灵动，变成是一个什么呢？思考的过程。你要思考的过程，它是 thinking， 因为它是一个 term， 它是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思考的过程呢，它变成了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它带入了理性。这个理性是什么呢？就是它理性本身，它加入了一个元素，叫做 schematic thinking， 也就是数据化。